暖谁人知。人生路苦梦了解，情比难舍，有影难定。坎坷人生路，犹原爱行。万岁，万万岁！老佩文，你不是已经从军啊？哪个照这么假？启禀皇上，皇上照顾天下，谁会当医治牛牛的病，就会当立功，当当优秀。皇本你听的，是王爷朝我立功。李阳，你这代志，李阳真挂心。来，你敢有迄十条鱼滴妞妞？还是当然。来来，进入进入，鱼滴妞妞。我这么喜欢侬，不会失败啊？皇上，罪行大罪之心，从军的代志。好了好了，迄代志哦，先安排，先鱼滴妞妞较要紧，起来起来。谢皇兄，老妹老妹，给给给给，给咱们给咱们，行尊敬。来，刘聪啊，皇兄不是爱迷信咱们？没得啊，我看哦，这一条红线是不哪咱们？嗯，这对线妹，这边哦，甲这红袖手妹，你伫那边站袂，知无？皇兄，这线眉是要怎斩？嗯，啊，太医拢嘛爱斩眉。遐太医敢有甲牛牛医好？刚刚是只饭桶哦，到这唔知影红药得了啥病啦。所以皇兄，这线眉根本就无落去。老板，你今摆是要安怎做？既然是要斩眉，微信都要亲身为牛牛斩眉。不用啦。红药是红体呢，你别急着啦。皇兄，救娘娘要紧啦，勒索无多过哈尼多啊。不用啦，你敢来当做算命啦？皇兄爱迷信，做算命，迷信都不爱看病。皇本你听哦，你若唔治病，就死罪哦。那你请皇兄甲迷信斩头。老佩文，你唔能逼我。皇兄口口声声讲爱牛牛，原来这拢是假。谁讲是假？我是真心的。皇兄无爱救牛牛，这都是假的。我救牛牛是真爱。要救牛牛，就要先斩眉。不过皇兄听庸医的话，要再算眉。可见皇兄根本无想要救牛牛。
外人袂用个在场。出祷告者，来来来，去出去，出去。红兄，完了，你嘛爱出去啊？我嘛爱出去。嗯，你那不是外人啊？丁是伊翁婿呢，嘿。红兄不是死马，都是外人。红兄爱出去。哎，伊死马，我是猪啊！咱共一伙仔呢。微信若是袂当让牛牛医好。 微信干嘛？互相检讨，要不互相坚持，若要徛伫遮，微信都歹看病。好啦，这微信较短啊，我来讲哦。谢红兄。 红兄，你哪会出来？这老皮温哦，连电也挂出来呢。 哦，这老皮温哦，是欺凌太甚啦！有才调都还好摆哦。你遐有看的无？含看无爱发看呢？岂有此理！到底谁是皇兄啊？当然是皇兄你。你啊！唉，妞妞。 眼睛是阿洪兄出去啊！妞妞，哎呦，老先生啊，你也参我假的啦！妞妞的面相啊，非常的平稳，真健康啊，所以微信知影妞妞一定是诈骗。哎，你敢知我为什么要诈骗？妞妞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代志？对啦，我就是超工安尼要引你入宫的啊！你敢知我那个臭头翁听奸成功，讲要抬期待不代将军的头呢？ 我要急事。老板啊，牛牛怎么了？开兵红兄，牛牛已经进城了。哦，老板，你真厉害啊！哎。 你真神啊！臭头啊！来来来，哦哦，我要惊死你！臭头啊！哎，老先生哦，是足厉害呢，一来我就精神哦。哎，是够奇怪，伊也无给你食药啊，也无看伊早加死头啊来呢，啊你该看看无梦到好啊。嗯。哎呦，难道先生哦有来讲甲我讲伊招法，我毋则金脉全通。 哦了，嗯，想到伊艺术，嘛真厉害哦。对啦，臭头啊！嗯，伊哦救我的性命，你一定要好好甲我答谢呢吼。你当然啦，我皇帝呢，金口一开哦，讲话都算话啦。对啦，嗯，伊是我的救命恩情啦，你一定要好好甲享受一下哦。老表啦，未生仔，你救皇后，就等于救朕。 你是皇后恩公，就等于是朕的恩公，哦。这是娘娘的福气啊，也是皇兄良威庇哦。什么良威？你若无来，朕的良威一点仔拢无用。你讲，你有啥物款的心事？对啦，老先生啊，你尽量讲啦，阮皇上吼拢会答应你。嗯。无，就是拄仔你外口讲的将军的代志。 咱一笔勾销，吼。啊，无，朕予你官号完职，够你做生意呗，安怎？啊，安尼阁无够，敢讲你爱朕，封你做王？安尼伤超过啊，吼。皇兄，微臣无想要封王，微臣就一个请求，才皇兄答应。三千，跟你讲。
把大将军的案送去都昌院中心审理。啥？你讲遐反袂话人？伊是要造反呢？皇上，国有国法，朝廷犯法应该由都昌院来定罪。这代志轮袂到你管。 皇上啊，老先生拄则叫我的名呢，啊而且你讲的无算话哦，你拄则毋是讲啥物代志拢要答应啊？老兵，你若有别项要求，您答应你。皇上，微臣只有这请求，请皇上答应。老兵，你敢有啥物交情啊？那你替因讲话啊？做皇上的以礼服人，依法治国，八大将军是朝廷的重臣。 要唔过皇上无查清楚，都要甲因斩首，抹掉文武，要安怎信服？对啦，皇上啊，老先生讲安尼有道理啦。啊，毋过顶面下旨要斩八大将军啊，别人讲话无算话啊。皇上，知错能改都是明君，皇上清洗下旨，予多差伊重新审理这个案件，那你抹掉文武，会更加配合皇上，皇上的威信会更加悬。哎呀，皇上啊！ 啊！以前吼，老毕都是用着自家粮，啊！你即马咱大兵条是变个无老票稳的呢。哦，我看吼，你即个皇帝是输老毕哦。相公啊，输伊。嗯。好了，老伯啦，听你。谢皇兄。哎呦，大伯，听，来去讲话，继续讲哈。 想袂到你这么厉害，朱元璋若是记着你，绝对心魂颠倒。嗯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甲朱元璋控制甲好好。韩燕，我已经不是韩燕了。 你即马是玉燕，我是玉燕。 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啦！讲来话头长啊，阿秀嘞，阿秀姑娘，过来啊，该伊的八卦阵啊！阿秀，阿秀。 牛牛破病，我特别等来为你病。孙兄，其实你嘛是唔感冒的无？
安怎？你改出来未？师兄，师父出的这地哦，就是你的。我拢改嘛改未开。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无论是三年还是五年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改开的。所以咱早班是会成亲的。未定哦，我这世人也无可能去嫁别人啊。既然咱早班就会成亲，不如咱就明仔载就成亲。明仔载。 怎样？你免烦恼，我会把所有一切哦都穿好，搞我的话，来。明仔载，我看伊十年嘛改袂开，明仔载。 条件代志够多，人讲打造，期待一定人都想要做法。做皇帝啊，真不简单嘞。是啊，所以微臣专甲安排皇上出来行大行大，心情嘛较开。皇上，请看。 皇上，你在看什么？皇上，你看多少尊顶的尊娘吗？ 多一个尊娘，多一个尊顶大琴的尊娘啊！哦，皇上想要听琴嘛，微臣即即去找一个尊娘。我来弹一段。准了，准了，停了，停了。不用，你看。 南风，你是南风，我都回来啊！实在不敢相信，世间竟然有生出这样惨秋的人。老公。 伊只是容貌做成南风的，但不过伊并不是南风啊，都是南风。你是什么人？可能免惊，我不是歹人。 我会听你弹琴的，听我的琴，要爱付钱。一百万钱，我能付你。
款的容貌，所有无同款的命运。南风是公主，玉莹却是一个未像的尊娘。唉，风干破冰，南风是五年，玉莹是苦胆。查某人的命运就参像油花，随风飘来飘去。到明仔载，嘛不知玉莹会予人卖去甚物款的所在。你过风袂掉，尊娘都是身不由己。尊头家敢那会认得钱？只要嫁钱好，尊娘都要对什么人走？天边海角，嘛不知会飘落何方。点个爬落来，皇上。虽然讲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，也不过你唔通袂记，究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尊娘，伊配皇上袂得过呀。尊娘是安怎哟？想当年丁嘛捌做过乞食，伊那配合袂得过。也唔过，也唔过安怎？皇上伫咧娘娘面头前捌咒诅过，讲你袂过立妃啊。请问皇上是要如何安置玉莹？皇上娘娘那边一定袂答应嘛。这敢在问？皇上，既然安尼，就莫阁想啊。一人一款命，究竟这世人都甲南风同款，注定是一个苦命的查甫。无你考，这是天意啊。天公袂知讲，我亏欠南风，所以才好拄到一个甲南风一模一样的玉莹。既然我无得救南风，我就一定要救玉莹。皇上，也毋过娘娘那边应该是袂用阮皇上带一位尊娘入宫吼。启禀皇上，微臣有想到一招。我讲看卖。皇上，赞哦！这步赞，嘿，也是你较了解点呢，嘿，赞。哇呀！你是咧创啥？你咧创啥啦？你哈？良辰吉时，天作之合，邀请新娘。亲爱的，成亲啊！成亲，嗯，跟我，当然啦。你的鼻血棒，你的鼻血棒哈。吉时到，新郎新娘拜天地。怎么样？来来来，拜堂来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去了去了。你哪无甲我讲啊？老爷，我即马拢嘛爱听夫人的啊。夫人，叔兄，疏忽之命不可违，你赶紧来拜堂，赶紧来啊，来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哎，要成亲嘛，等我头壳清楚的时阵，我想看嘛，我想看嘛，我想看嘛啦。哎呀，那戏上家上家上家啦！啊，这个戏里哦，老爷，好，我改家，我改下呀。改唔着，改唔着，你无看到？哎呀，叔兄，这里是倒位改唔着呀？哎呀，那戏里顶关是一个书，下骹一个口，拢代表人的意思啊。你即马加上顶关一个土，下骹一个口，这人伫土下骹，
你代表人哦，你土下卡，还是派去条派去条文的亲亲呐？人伫咧土下卡，你唔是讲人死，皇帝伫土卡？哎呀，是呀、啊，哎呀，这派去条派去条文的亲亲的啦，哎呀，这戏里杜秋平写唔对，啊，不过贾秋平写对啊。对啊对啊，南渡入城，呀，这个字哦，阿秀平安无代志，派个条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啊！小兄，我定来加一。来，袂赴袂赴，凶条已经造成啊，袂赴啊，我都申请啊啦。袂赴啊！哎呀，拢是你啦，一个你嘛搞唔对，一寡小好代志嘛办了袂好。哎，你对，都伫遮，伫遮。哎，你甲店做啥个哟？无看人啊？啊？阿郎嘞，洪兄，遐慢慢来欣赏。欣赏。靠近五洪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尾就是无想要娶我，才想讲用千里做借口对无？阿秀，你嘛看到啊，人伫土下骹，我真唔相信啊。你唔相信千里，你嘛爱相信命运啊？命运就是爱咱两个做师兄妹，命运就是爱咱两个白头偕老。让我命运花拄到朱元璋，我要落山的时阵，师父甲我讲过，我甲朱元璋的命相生相克，要袂做皇帝进前，我甲伊的命相死。你做皇帝了后，我的命就甲伊相克，我一定会死。哪里都有汉条条哟！以后做老板，你都听他了，你都退稳江湖啊！我的命甲条条袂比钱，我永远无都离开朱元璋。阿秀，最好袂去娶你，我也是甲你心情。你以为我心里在无？有影，不管你有娶我还是无娶我，你死我死，一世人我拢要踮在你的身躯边。你的起见出现异常，再个请千里太平官立刻带走几波皇兄的凶条。主兄，就算我真是有凶条，皇兄身边有遐尼多人在保护伊，伊若因皇兄发现，免伫遐在烦恼啦。除非有第二个南方公牛出现。就是我担心的所在，前几日我拄到一个已经嫁人的妇人，算出伊会变成皇上的妃子。叔兄，你这道理讲不通啊！皇上哪有可能去娶一个嫁人的妇人为妃呢？就是我想无的所在。阿叔，你看，即卖亲像甲当初。南方要嫁皇兄时阵一模一样。皇上，我不是草原吹来的南风，我是江南未来的婴儿。婴儿，虽然往北来。皇上，就让我为你走一刻。
这是南风上爱唱的歌。这嘛是我上喜欢的曲。找你找几暝，原来早来逍遥宫在逍遥哦。听讲，才来一个贵客，我要来拜访看伊到底是什么人啦。哦，大家无。请来 A。A 就是伊阿南公主啦，我过来干一个。干一个。安尼你请我一个金门店开始对干干，你谁人也不敢唱个逍遥宫啊！你这上上上山，我买个六七啊！你金门店来干嘛唱？那是因为代志哦，想要突然啊，我先甲带入宫，慢慢再来甲伊解释。你当作我熟悉你三档还是两档啊？哈，哈，你安尼我若再来逍遥宫，你永远都袂甲我解释，你只会甲我放手啊！大卡波啊！变啥啦？这阿南哥啊，不是一小讲哦，伊是真重要。我有咧要平定伊喏，干政偌久咧，还甲贫穷的百姓哦，民不聊生咧，哇！这，哎呀，阿公，有咧要百姓哦，派公主来护亲啊，讲哦，娶着公主哦，随便一家伙啊呢，伊喏，就归是我大平啊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迎新。哎呀，我就是要来看这安南宗主呢，生作到底水到什么程度？竟然有才调大明调啊，皇帝免动干戈，就会当安南国归顺啊！即摆你回来啊，我唔知来下话做你哥啊。大卡婆啊，人真正是安南国的公主啦。你们甲我骗啦，明明都南方啊，你当作我认不出来。骗你别创啊，骗你我靠人导游，真正是安南国的公主啦。南方，安南国的公主。南方，真的哦。哎呦，遐嘞，迄眼神看起来无啥对头嘞。水吼，莫怪哦，莫怪哦。大伯，大伯，大伯，你莫阁生气啊啦，都是因为先生，甲人讲完全同款嘞，所以我看到唔知。完全控，我都控制我家己。
但我最你是我看到伊，你嘛会动心吗？伊并不是南风，伊头壳想我较清楚，伊只是生做成南风尔，南风已经死啊。我知啦，啊，不过在我心肝内，伊就是南风啊。无你看这是天公伯啊，我弥补南风的机会呢。江边的人心无一定同款善良，安尼你听有无？啊，你哪知伊的心是安怎？查某人的感觉，我袂看大清海去，你上好较自觉。大人，你这步真正会当让牡丹开花？放心，这个方法我试过几落摆，保证会当让皇上良心大喜。齐旦，你若果唔老实交代，就莫怪本官动用大刑。天大的冤枉，是达不好。在领导的会见当中，敲出来造反名册，替情如山。名册不是我的笔迹，明明有人要甲我陷害，请大人明察。有人甲传你唱戏的时阵，扮演董太宗李世民，分明是有心要做皇帝。我齐旦啊，是真正有心谋反，欲做皇帝，敢会去戏台顶暴露家己的野心心？你若是阁唔认罪，本官都无客气了。李昭昭，五心无愧。来人啊，大刑伺候！撤啊！齐旦，你这是在创啥？齐旦，你身躯顶的是？林青河，这的伤就是我为了打咱大明的江山所付的代价。这条，皇上领军去打你，真的是。保护皇上所负的伤啊！这条，皇上去围攻平江张思贤的时，为马顶下来，我一心上好，却太伤。这条伤长一条，皇上攻打大幽梁的时，中着对方的埋伏，我派皇上跳水刀心所受的伤啊！做的名册，敢比得过这里啊多伤魂心？齐大人，这件案件，我相信你是清白。我会老实向皇上禀报，行你一个公道。皇上，好喜皇上。到底是你恭喜安怎？球的园出现奇迹。什么奇迹？牡丹花开。哦。欸，你叫兄弟唔捌花，牡丹是热天开呢，啊，即摆天气才冷，啊是开安怎？所以才讲是天降奇迹。敢是有种代志？请皇上随便请来个御花园欣赏牡丹。行，来看麦。
只有牡丹嘞。哇，水！洪兄，内面更加水。洪兄，内面的美景，上好是洪兄一个人去欣赏。欧阳，你搁想要比啥棒啊？启禀洪兄，有的美景，敢若适合天主一个人欣赏，但是身躯边有其他的人，就感觉无够雅气。大人，那才拄好。下官是来向皇上禀报此单谋反议案的，严哥，无人知影皇上伫咧倒位，吴大人敢知影？我嘛是来找皇上的。安尼看起来，张大人可能要小等一时啊。啊，此单迄个案，唔知心了安怎？查无实证，此单顶人拢是冤枉的呀。张大人果然公正。也不过，这恐惊不是皇上想要听到的结果。吴大人，你的意思是？大人敢知影是啥物人下令要抓这八个人？是皇上下旨，皇上将人抓来，交你审问。你说讲这八个人无罪，意思就是讲皇上抓唔到人啊？也不过，这人确实证据不足，袂当定罪啊。是证据重要，还是你的头壳较重要？金殿之上，皇上有开金嘴，其他这八人爱斩首示众，你敢有听到？听到啊！既然有听到，就应该了解皇上的心意。你安尼甲皇上作对，以皇上的脾气，我实在是替大人都烦恼的。吴大人，照你的意思，这个案件应该安怎判？大人是正人君子，也不过你无替你家己想，嘛应该替全体大小设想。其他的应该唔免我家己啊。